下班的时候会放的一首歌，它叫那个米店。谢谢大家来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。然后十月份呢，海报和节目单都刚出来，在外面都可以拿得到。我们有很多精彩的节目，那也欢迎大家就是持续支持我们，感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